化分局执行蒙甲青山宫绕境维安勤务，于12月4日20时许，青山王主教行经环河南路两段桂林路口时，因现场接驾参拜信徒，于桂林路上摆放多枚高空烟火，欲燃放高空烟火欢迎青山王驾到。现场执行员警立即以优势警力强势制止，并清空道路，顺利让青山王主教前进，继续绕境行程。警方呼吁庙会绕境活动人潮拥挤，请参与民众保持理性，并遵守主办单位规定及相关法令规范。如有打架之事或违反相关法令限制，警方必定会依法强势执法处置。